ice。不用。对头。流进去。
就没事。我也比较好看。
电脑，一直叫我休息，我都不会打。我都是上班还是要休息，这个奇怪。他就这样啊。因为比赛就比较多了，所以其实从他上 A 级呢，腰哎不是又突然就变成了。这一周我还想说他加到六日也要休息，因为也是啊，下一周苗栗打完，如果他打到周一晚，我可能要从苗栗飞家上来，因为差一天嘛，差一天还是没有很同，差一天隔天就要比，然后不可能从苗栗回来再上台。对，五礼拜五就比，没有比一二三，啊礼拜四休息。但是看苗栗那边赛程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把十一岁排后面，因为如果说我去，就是十岁赛程。哦，他排在上面，苗栗的打完，还要中南部的再回来，等一两天又再上一场。那他如果直接把十岁都延到那个礼拜的后面打，打完呢就可以接着打，不要再一趟十岁。还好，因为今天一天会变成是他们的大天气。所以他排这样可能也是刚好让那一天可以补充。那还好，因为现在比较买一台修理车，所以我现在开车单。哦，对啊，我有买修理车，像在那个坐车的。哦，也比较省。对啊。但是教练比较辛苦一点。对啊，没关系。沉住气，凡事都是被凹，然后就被追，反正都是领先。他现在是，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越来越，比较在成熟，比较也是啊，就是他已经就是有进步了，可是有时候跟换手他的心态，要是在硬地，最近他还跟我们说，我现在对换手红土就连七连打。啊，你听，他有时候会跟着伴手节奏来走，所以会打。上次在 A 级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觉得他应该说那一次都没有放开来呀、啊，每次都是自己沉稳下去，然后又其实陈冠总跟他差很多，他是有时候他发球的时候，他会跟着陈冠总，就是这样接过去之后，就是陈冠总一打呀，而且冠手比较知道小凤的心态，他冠手的心脏比较强。他低的球、短的球，他都会做。那他就小峰就是有时候就没脑袋的，就情绪啊，应该是心情，应该说心情。他现在是比赛中蛮沉稳的，这是原本一起中单玩，怕他就乱打，没有玩到。哦。然后刚刚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报告，然后教练就没打，没打。打中卷出来，前面也是痛痛的，摸开始痛，摸按就摸，按就会到那边。对，我看他蛮好的，就是说，你在放，不要放掉，要认真打，然后打一下，然后进场换人，因为我看他就放掉。啊，好，而且他有进步啊，他在第二盘拉锯的时候，他有比较沉稳，对吧？两三个赛末连分。三二三一那时候三多点就拿下了，他被人家躲过好险他没有动。
看他现在出手比较成熟一点，嗯，而且球越来越跑，嗯，现在就是我觉得他脚的，他很容易，他是很容易那种肌肉就很紧。不然就是看他的当时的心态心情，但其实他脚步也很快，就是说自己的那个，而且你看他细部的调整，现在攻守分得很清楚，他不会，对，以前会硬靠，对，那种会，他比较会改，就是被调整，不会说乱，不像他这次他现在打十分，他前两场他不会到前面攻守，他会保留他自己。因为我们也有去，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就对那个王琦，他都有摸了。第六场比赛，也有一部分了。可是我印象很深刻，他一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的球迷就很强，他就一直用力掏我，就被我喷掉，就生气就打。我就是当时我来那打，他居然会借我的力。他就跟我来回就很搓啊，我好像很知道要怎么，不会一直在硬扛，所以他挺，他就是我说不错哦，开始会借我的力让我打起来，就是很多拍这样，因为他自己跟我打一打的话，就这么强不打，就在放掉，他现在就是他跟我打他会去试探我，或者是他不会一直硬扛，然后怎么样。
现在我们可能不办，因为南北人都剪掉之后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想要倒贴钱的时候。对啊。不然飞现在那个油枪也说不办，但是往前一叫他办，他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办起来就很人少变得对，人会变少。接下来正经了。
明年其实都是在云林啊，对，那今年应该1月中就打那个四周赛，四周，还想这个礼拜，有他有讲，他软质就让他们去玩了，因为软质当年也有钱，拿奖金，但是那真的软质就是为了奖金去当。今年好像开始可以注册那个网协，好像40岁、16前三都可以申请，20万出。你说是14、16没有最高的，对，就是都一样的。对，对不知道什么计划怎么出。我如果看到那个，好像7月还有一个就是。18岁的如果在讲说他们没比赛打，因为你毕竟是18岁，还在那边。
故意租给人家住的。就做好丰富的生活，就像你说的，去年在主播在台中嘛，主播对外。比赛也反映了。